Good morning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们在银座，虽然说今天天气不太美丽，但是我旁边有美丽的闺蜜。这么多人呢，还好预约啦。法式吐司，我们九点半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排队，就已经有人吃完走了。他们是来的多早？咱们吃完饭去哪儿啊？啊，你先陪我去一下那个 Hughes Avenue 吧。好，那我想看看那个文具大楼。啊，就是整层楼的卖文具那个。对对对对，这次咱们去上海买什么？毛肚、干碟。怎么可以爬山去九月份？你是怎么从干碟跳到爬山？在山上吃点什么？佐料什么的。我不要了。搞什么？他想吃吗？天晴了耶，到啦，就是这里这里啦。带大家看一眼这个店，想带我妈亲自来试这个。哎，就这双，苏姐看上这双鞋，好轻哎。这双我也喜欢，这双在我脚上绝对好看。我喜欢黑的。高さは何センチある？今ヒレの高さが 5.5 センチございます。トレンドのツイード素材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。キラキラしたツイードを使用しているので、上品でエレガント、波打っていることでこう前に蹴り出しやすくなるのと、あとはクッション性がしっかりしているので、足とか腰への負担も軽減してくれるオリジナルソールでございます。我喜欢白的，但是我妈喜欢黑的。こちら 23.5 センチお持ちいたしました。この色も可愛い。素材は何ですか？こちらはあのスポンジを使用しているので、すごいふかふかな履き心地でございます。履き口にゴムが入っててしっかりかかとにとどまってくれるので、長い時間履いてても脱げることなく安心して履いていただけます。あ、可愛い、我好喜欢哦。颜色也好多。这个颜色，这个边儿，西瓜边儿，可愛い。完了，我开始纠结颜色了。RB Pink。完了，有点纠结，在线等朋友们。这秋冬季节黑色就是很白搭。黑色里面带点闪闪的蓝调。对。这个也好看啊。哦，我喜欢这个颜色。我本来是看上白色的了，但是给我妈买黑的，我就想说，那跟我妈妈凑成一对吧。买个母子鞋。すみません、じゃあこちらの。黒 23.5 とこっちも黒 23.5 お願いしてもいいですか？はい。ママ、我给你买了这双哟。咱俩也是姐妹鞋。嗯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下一站是三月百货。Let's go。这个店，哎，我以前回国的时候经常买给他们。你看一看好吗？这个咱之前不也买过给客户吗？哎呦。文具店嘛。我们要不要先去逛这个文具店啊？就在眼前嘞。一周呀。一整层楼全部都是文具，好有仪式感啊！秋天的小兔子，好漂亮的笔啊！这个好酷哦，可以卡在这个手杖上的一个笔袋。我有学习的动力和欲望。像我这种没有什么艺术细菌的呢，就无法给大家做过多的讲解了。反正就是看着就开心，就好看，而且很适合拍照。这一层是给这个喜欢做手工的朋友们准备的。嘴巴，这个库鲁米果这个巨好吃，因为这个已经太人气了，所以搞得他们都限购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再用一下饼干吧。黄油小饼干也是我最喜欢的。如果说大家来啊银座三月逛街的话，这个面包店可以逛一下。现烤的这个玉米面包。这是一家吃荞麦面的店，又一点的是蘸蘸面，或者是一般的鸭肉荞麦面。我们满载而归。